盛世礼，你太棒了，你把家里打扫得好干净啊。盛总，你这么着急忙慌的回来，不会就是为了干这吧？对啊，为了赶下午两点开会之前把这个活干完。不是盛总，我觉得你还是把老宅的王妈叫过来吧。王妈？对啊，再说了，您看您这地拖的。其实，谁呀？我去看看。谁呀？送快递的，敲错门了。你赶紧去洗澡吧，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那个别迟到了啊。那你呢？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就来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好嘞。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